我说周来镇民航局的副局长，原来财政部部长的助理，他给杨澜批下的项目，还有那张少春，上百亿，这上百亿的项目，杨澜怎么得弄个十来亿的好处啊？这吴征人家娶媳妇都赔钱，吴征娶个媳妇那家伙十亿百亿的挣，那谁不干呢？他都干了嘛，所以大家都很感兴趣啊。更夸张的，杨澜三笔杨澜你都还拿谁啊？知道吗？画家，某画家。杨澜当时在北京电视台谁都看不惯，号称一姐，叫永远的一姐，中国 opera， 中国 opera， 他谁也看不惯。当时人家倪萍这个人是真会画画，画了很多画，倪萍是画画，杨澜是跟画家睡觉，只要是倪萍喜欢的画他都要弄走，他就是妒忌倪萍嘛，黑倪萍嘛。某几个画家都给杨澜画过裸体，杨澜聪明啊，一找他去，能不能帮我画个写真画啊？哪个画家不干呢？